这个云海漂不漂亮？哎呦，好亮好亮好亮！刚才从失踪出口一直出来，现在又到这个高速路口这里，就不走高速了，再走一段国道。走不起高速，就一直走国道。上到云南这里，这个国道跟高速路就是在旁边。现在下午差不多2点钟了，肚子饿了，来这里休息一下，吃个饭，加点水，再走。来，就在这个饭店，烤点饭，吃了再出发了。这个烟叫好吃，水管呢？加满了，继续出发。没有太多钱了，就是加。继续出发。哎，想不到在这里碰到大哥了，看到没有？从失踪。那里下了高速，一直走低速，现在又到这个石林收费站这里，要上高速，直接杀到大理，想了解进藏的路线的，记得关注Yao-Jian啊，出发。到达周家村收费站，昆明西了。又搞了4个钟头了，要进去换卡了。这边进去看有没有冲凉的，如果有冲凉的就进去冲个凉。就到这个读书部这个古站这里。加点油去，要加满油再进，可以进西藏的。这一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明天大理见。